大家好啊，我是莎莎啊，今天是2022年5月21号，现在我来到尖沙咀呢，想着去对温那里看一看下21+1姜涛慈善 DIY 限定店，它是用生日 party 来做主题的。提一提大家，今日22号就是最后一天的了，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看看。我哋嚟到門口啦！今日星期六都頗多人啊，商場。今日商場咧超級多人啊！今日係星期六下晝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去 UG2 先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到咗 UG2 啦。應該在前面的了，前面很多人在那裡圍著啊。我們終於來到了，那我們進去看一看先。好了，量一量體溫先。 OK，